花西在地新闻，在地人，在地情，来看台中这位主治病院，有一个医生叫做林北刚，那是用台语来念，这无啥问题哦。但是那是用华语来念的，林北江，林北江。所以那是用台语自我介绍是安尼讲的。你好，我是台中主治病院的林北江医生。袂少人听伊安尼自我介绍，拢会感觉讲伊真臭屁，啊，佫有人会误会讲伊是姓江。啊，这个医师讲，为读高中开始就去予人滚生笑，啊，做医师了后，袂少个病患看到伊，原来会偷偷啊来暗笑。要毋过伊讲无要紧啊，有时阵哦，家家己滚生笑，予病患来轻松一下，嘛是袂歹个代志。请大家有空的时候啊，记得要做一个大肠镜的检查。台中慈济医院林北江医师关心你的健康。明明是咧关心你，却听起来淡薄啊怪怪，也让误会这个人有淡薄啊摇摆。提出医生的名片，伊姓林，叫做北江，但是林北江医师用华语念起来，头前人伊听起来就亲像台语的林北。大家听到伊的自我介绍，定定啥拢无。他怎么会林北啊？好像跟台语有点不一样。林医师安尼讲，当初是因爸母替伊号名时阵，是希望伊亲像长江同款勇敢。不过对高中开始，这个名就开始被提来滚生笑。有很多病患来，有时候就他想笑，他又不敢笑，就说：“哦，你这哦，就臭屁哦。”面对这么特别的名，有时阵伊咪提来家己滚生笑。伊讲那是会当让病人心情较好嘞。红叫林医师，也是红误会是迄个臭屁的江医师，伊拢不要紧。